因为太大了呀，我从小就喜欢不犯懒。我小时候吃饭就喜欢往嘴里边塞特别多的东西。你塞那么多东西之后，你不得嚼两下？你要生往下咽，你把自己噎死了。觉得这个没问题啊，因为起码我觉得吃相，我的吃相不难看。从小都是把嘴闭得特别严，吃饭说吃饭也不说话，就只不过就揣的有点多。但起码现在我看见大家看着我吃饭都，第一是挺乐意看的，第二觉得挺香的。